我是林香米，大家好，我是 L O L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。L O L 的惊喜蛋，它这个是第二款的哦，第二种的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吧。好。这里有，它有35款，这是小女孩 L O L。然后啊，它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层哦。不知道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然后这边有拉链，把它拉开。好，打开。我的是这个。哦，你们两个不会一样吧？你们也是这个笑脸和方块冰块，姐姐的也是哎、欸，糟糕。第二层是绿色的，然后很多头啊图案，还有很多问号。那我们把拉链拉开。好，姐姐和妹妹拿到的是一样的哦。加水可以等于什么呢？希望是流眼泪吗？还是喷口水？希望是尿裤子。我希望是尿裤子。哭哭哭哭。第三层的拉链是三角形，它这个是奶瓶，还有一些饮料瓶。看它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奶瓶呢？哦，还有一个妹妹耶。噔噔噔，好，拉开吧。妹妹的是这个，好可爱哦。我的奶嘴好可爱哦。这是饮料瓶。哎，姐姐的跟妹妹的很像哦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这姐姐的，跟妹妹的，因为是粉红色。可是你这上面是红色啊。好，再下来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个呢是圆圈圈的拉链，它这个是鞋子哦。像这样子，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鞋子，还有这个可爱的妹妹。好，拉开来。收到了两个可爱的鞋子哦，妹妹的是白色，姐姐是粉红色，他们连图案都一样耶，嗯，应该是同一款的。来，这你的，希望不是一样的。一层是钻石的图案，它上面都是衣服哦，有洋装，有裤装，还有可爱的小妹妹。我看，来，好，撕开来吧。妹妹收到的是裙裙，两件式的哦，上面还有冰雪图案呢，好可爱。然后姐姐的是吊带裤，点点，好可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抽到的宝贝是什么吧。这个是妹妹抽到的，她抽到的是白色头发的娃娃，还有戴着耳罩，穿着裙子哦，看有没有可爱呀？有。哎、欸，他们都超小黑人。这是姐姐的，姐姐戴帅气的帽子。我是小人。然后还有领巾哦，看她绑个辫子，哎，超帅气的呢。真的。我的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先喂她喝水吧，先用这个装水。我来装。我们来试试看呢，喂她喝奶奶。好。压他的头，哦哦，他要吐口水，哦，宝宝尿尿了。好，我们来试看姐姐这一个哦，喂他喝水。好，我们来捏捏看他的头。哦，他眼泪是用喷的，宝宝你有没有被扫射到？啊！有没有看？扫射，这是水枪吧？水枪，哎、欸，这应该是洗澡玩的哎。这个是水枪啊，这个是水枪。爸爸，你吃了吗？爸爸已经全湿掉了。他眼泪，爸爸我在哭了，有没有看到我的眼泪？不要再捏我的头了。好，搭配他的家玩，跟他家，他可以干嘛？他这边呢、啊、可以坐着，来，我理解哦。他可以像这样坐着哦，然后这边可以放水。然后它这个啊，另外一边里面可以放水，然后可以把它拖起来放进去泡澡哦。然后也可以，然后娃娃放进来，全部东西都放进来，然后把它盖起来。我的披萨，怎么办？好，你可以把它整个盖起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带出门哦。好，这是 L O L 的惊喜蛋。这是 L O L 的惊喜蛋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小
去买来玩玩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哦，死掉了啦！好，这个是圣诞惊喜抽抽乐，怎么这么懂？那他每天，我们每天都会抽一个，从12月1号到24号，都会在片尾有播出哦。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哇，他这边可以写字留言呢，吼，然后这边有不同的格，有日期，他都在跳着的哦，没有照顺序哦。所以你要照日期抽，然后呢，它会像这样子，整个抽好之后可以组装成一个雪橇，哎，可以玩哦。今天是12月1号，所以我们来抽一号的，来这边，妹妹抽。我爱的。里面是什么？我爱的。哇，一号就是大奖。好，这是一号的哦，妹妹抽到什么玩具？那个妈妈以前在。这好可爱哦，子母子母的大小，一个小小朋友哎。它长这样子哦，它是那个，很可爱吧？它很像喜怒哀乐里面那个，嗯，很像是。对，这个就是12月1号的惊喜抽抽乐哦。明天的我们会2号的，我们会明天再来抽喽。